收看多伦多网上电视，我是主持人郝静。今天呢是10月14号，2016年，我们来到了日本文化中心，在我身后呢是微型产品展览。那么微型产品的兴趣爱好者呢，每年会在这里通过这个展览呢交流。大家好，在我身后呢是一个用工具箱还有木头纸做成的小型的工作间，是不是很有意思呢？很新奇的创意，它里面有书桌、椅子，还有很多图纸，非常的逼真，还有精致。请问你做这个有多长时间了呢？你做这个有多长时间了呢？我以前呢就主要做面粉花嘅，做啲比较大啲嘅花。咁后来呢就先开始做呢啲1:12嘅手工艺。咁我諗我做咗就断断续续有6-7年嘅时间囉。不过係近呢2-3年呢先比较好花好多时间。做呢个手工艺咯，那你非常的就是享受做这个东西的过程吗？系啊，我好中意啊！尤其是咧，当将一啲好多唔同嘅配件咧，组合成为一个公仔屋啦，一个 door house 咁样咧，咁你睇到呢啲一个嘅制成品咧，咁你就会好开心咯，好有满足感，好有成功感咯，吓。那你都会做完之后会送给你的朋友吗？有時會，不過咧就可能係送一啲比較細件嘅啦，因為如果呢啲好大件嘅咧，好多時咧都會要花好多嘅時間咯，或者一啲新嘅產品，譬如啱做完啲鞋仔咁好得意咧，咁又啲朋友見到好中意，咁我都會送俾佢哋嘅嚇。那你最喜歡的是哪一種啊？我最中意嘅就係我而家新做啱啱今年。今年我擺呢個 show 咧，做呢啲嘅鞋仔咯。咁因為我以前咧做嗰啲咧都係比較大啊、粗糙啲。咁呢個咧就好細好花功夫，即係每一日咧可能做得兩對到嘅啫。因為咧佢太細啦，咁又好花精神，咁所以咧就做得好辛苦。但係做出嚟咧，我就覺得好靚咯。尤其是當擺喺度一對對咁樣咧，好似一對。開一個鞋鋪咁樣就好開心咯。那您是第一次來這個展覽嗎？還是以前你有參加過類似的展覽？我其實係第二次嚟嘅。咁我其實嚟咗多倫多都係兩年到嘅時間嘅啫嚇。咁不過第一次就見到人哋有呢個 show 啦玩咧，咁我好開心咯。咁我都係抱住一個玩嘅心態同人哋去分享我一啲嘅製成品咯嚇。非常的可爱和精致，它的
眼睛而且都非常的有神，非常的小和精致。So the workshop selections are due on January 31st.大家好，在看了这么多展示展位之后呢，我真的感触很深。大家都做的东西都非常的精细，然后我采访了几位商家当中，他们也是非常的有耐心，然后他对我们的态度都非常好，很耐心给我们解释他用的材料啊之类的。那明年我还会再来看的。